我昨晚尖尖到四点几，跟住今朝八点几开始个闹钟响，我赖床赖到九点半起身，跟住 end up 今朝十点半拍嘢。头先又开会，开完会又要翻公司攞翻部电脑。如果唔系今晚冇得喺屋企剪片，而最令我最崩溃嘅嘢，原来我今日全日都未去过洗手间，我而家好急啊！死火啦！个司机头先喺呢度放低咗我，跟住佢就话行过去我个 location 嗰度系好近，但系我好似唔识路，诶，原来喺呢度噶，呢个咁出名嘅天桥原来喺呢一个位噶。哦，我第一次嚟，算啦，我都系专注翻我荡失路嘅问题上面啦。Hello， 早晨。早晨 ，Hello。又話唔係點化妝嘅，你做乜化曬妝咁噶？啊！我直接嗌自己張。我即刻想影下自己而家係咩樣。點解冇人睇我尋日嘅直眼睫毛？咦！豬柳蛋扭扭粉，但我最中意都係薯餅。為咗唔好俾佢索曬個湯，我食嘢先啦。唉，其實我好想拍鮮嘅事師，你明唔明啊？其實本身今日聽講是一個很簡單的 interview， 一個很簡短的訪問，但係好似我太多嘢講，講咗好耐咁樣嘅。你覺得你魔術方面係咪好有才華？你嗰個魔法請柬咧，啲訪問留言話好高質。咁你覺得同嗰啲普通嘅淘寶啊、開箱嗰啲有咩分別咧？你個妝有咩特別啊？你幾時教我撩仔啊？其實我本身唔係準備呢一個魔術嘅，我本身係準備咗其他嘅，但另外一個係同戒刀有關嘅魔術嚟嘅。我冇理由喺個化妝袋度拎把戒刀出嚟㗎啦。頭先阿嫲嫲最後尾問我可唔可以教佢點樣撩仔，跟住我話撩仔其實心口大啲 OK 喎。不過 end up 最後都係玩咗個魔術，跟住而家佢哋玩得好開心。玩下就會撕爛咗。我哋去緊邊啊？係啊。去公司。可唔可以唔去啊？咦，咁啱啊！一齊入 lift 嘅。我就算覺得好似喺呢一度離開咗唔係好耐，突然間又翻到嚟，好唔舒服啊！唔係。誒，你先同佢睇，你先同佢睇。我喺個。唔好嘈啊！我喺個嘴，我喺個嘴上面有咖喱雞，所以唔好俾人見到啊！你要遮住啲乜嘢啊？其實，我聞咗觀音啊！好肉酸啊！觀音，我男朋友好耐冇見，唉，仲係咁嘅樣喎。男朋友，我考下你，你應該叫我做乜嘢？好，講完，你大家喺留言嗰度答啦。好深啊！好深嚟，好深啊！應該叫咩咧？好耐冇見啦，阿滿。Hello， 請圈翻兩年前阿滿喺邊度出現過？嗰陣時仲有 Toby，Toby，Cheers，Toby 一定冇睇我啲嘢啦。我哋喺香港睇嘅，唔知你幫唔幫到我解決啦？我個 Premier 開唔到啊，簡直係打低咗我嘅手腳一樣。冇 Premier 開唔到，你今晚點算？即係點啊？而家？而家是什麼環境啊？沒問題，真的我今晚可以在家剪片，可以。唉，有你這句我就放心了。哈啦，你吃了東西沒？我連乳豬都沒吃，包大人。其實我真的很怕拎著 pad 牌來拍照，但很多人都很喜歡要我這樣做。我唯一可以接受到的就是做隨便抽一隻，這個動作拎著 pad 牌就合理了，其他我不。尤其是我見到有些人咧，佢哋會中意咁樣影相咧，我唔得咯，佢好似咁樣咯，好假，我自己做都唔舒服咯。有咩字啊？而家仲用唔用個折字？折縮骨姐嗰個年代用到依家噶啦喎，
叫叔骨姐，梗系冇办法活到噶啦。好核突，个门啫嘛。咩门？一道门个门啊。以前系道门咯，咁而家以前系一道门，而家系一道创作嘅大门。乜嘢？对面可以摆唔同嘅字，你唔知道每一集最麻烦就系度呢啲字。我谂个西字。以前是一個方向，而家係另外係一個新方向。原來三十年後香港的字都不是進步了很多，係咯，即係比起開心字典的時候，我真的很想講菜啊！開心字典已經出了菜，而且他哋出得很出色啊！其實呢，你攞佢嗰啲一模一樣講一次，係冇人知道。我哋突然間咁高分，啲人就會知道你出貓。你完啦，好，你走啦。走了都話咁要，拜拜。走啦！你最後有冇啲咩嘢願望啊？若在當初已相遇，哪管他多變遷，就算已分開，仍每夜最懷念。恨在今天最相遇，有許多需掛牽，沒法再瀟灑。迷中思忆片段，恨在今天最相遇，有许多苦与酸，没法再轻松，就将往事凌乱。坐一坐先，好急啊！舒服晒，好，咁你就乖乖地喺呢一度。我仲未谂到听日活动要着咩衫喎。如果是這個格仔的話，我就會襯黃色褲，是橄欖綠我就會襯灰色褲，如果是棗紅色的話，我就我條黑色褲在公司，我不會再回公司了。今天喂 Vita， 你現在是公司啊？你幫我看裡面是不是有條黑色的西褲啊？在這裡啊？唉，慘了，好啦，唯有穿著個藍色褲練習住先啦。我真的不講啦，我沒時間練習啦，晏啲再講啦。